对双方的球员体能跟心智都是一个考验啊。小夫有点犹豫，还是塞给队友周桂宇来投，有比较好吗？短了。周桂宇在前两场自打句吗？对，周桂宇在前两场比赛，应该说第二场比赛啊，投进了两颗三分，非常关键。哦，马戏团般的投篮啊！感觉这个小阵容啊，翔军如果没有办法在篮板跟篮下取得优势哦，这几波进攻就是被国王的后卫抓出来单打，用速度去过你啊！哇，这二房东恐怕需要房屋修缮跟缴水电费了。加上苏伟又是左撇子啊，所以有时候出手的角度你比较难抓。那很有经验的先靠上去以后，要到这个二加一。